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，我是千瑞。我们今天又来到了 Saramonte 苏布车行，我们今天想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2023年的 Subaru Solterra 这款车。这款车呢是 Subaru 的唯一的一款，也是第一款的全电动车。2023年的 Solterra 有三个版本，一个是 Prim， 一个是 Limited， 还有一个是 Touring。在动力方面，全系拥有215匹马力、249磅每英尺的扭矩。这款车配备72.8千瓦时的电池，最大续航可以达到228英里，支持快充，充电一小时可以达到80%的电量。当您外出时，可以通过 EVgo 使用全美国超过46000个公用二级直流快充充电站。EVgo 是 Subaru 首选的充电合作伙伴，也是美国第一个有100%可再生能源供电的公共 EV 快速充电网路。Solterra 具有直流快充功能，可在大约一个小时内为您充满高达80%的电池容量。因此您几乎可以去任何地方，并在附近找到快速方便的充电站。2023 Subaru Solterra 是电子 Subaru 全球平台制造，专为全电动汽车设计的，是 Subaru 迄今为止设计的最可靠的汽车平台，具有战略防撞区和加固结构，可提供安全的碰撞保护。Solterra 是以太阳和地球两个拉丁语词呢组合而命名，它的目标是达到零排放量。Solterra 可让您探索户外活动，同时帮助您保护户外环境。先进的 Star Drive 动力总成呢可以达到零排放量，而且它也不用更换汽油和机油，对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。Solterra 是 Subaru 第一款配备标准对称式全时四驱的电动汽车。这款车同样继承了 Subaru 家族的越野基因，拥有8.3英寸的离地间隙以及全地形功能，同样配备双功能 X Mode 的驾驶模式，可选雪地、泥地和深雪设定，可轻松通过崎岖地形，带您前往传统电动汽车无法到达之地，即使在下坡时也能增强稳定性和控制力。Subaru Star Drive 通过驾驶模式选择提供增强的驾驶体验，该模式可为常规旅行选择正常模式，也可选择省电的 Eco 模式以及超灵敏电动模式。这项先进技术是电动汽车的最新突破技术，可在所有速度下提供实际所需扭矩。Solterra 是为了探索新领域而设计，而且它大胆的理念也运用到它的外观设计当中。此设计采用了对比鲜明的保护涂层、醒目的 LED 大灯以及流畅的现代线条，前脸配备了一个大尺寸的进气格栅，两侧搭配造型犀利的车灯，赋予车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，标配的全景天窗，20英寸的合金轮毂。这款车的车身全长是4.69米，宽呢是1.86米，它的轴距呢是2.85米。Solterra 的内部设计呢是富有运动性，而且显得非常年轻但不张扬。中控台区域有一块宽大的液晶显示屏，下方的触控面板上还集成了多功能按键。这辆车的仪表盘也采用了一块较大的液晶显示屏，而且位置相对靠上，可为用户提供详细而且清晰的车辆行驶信息。从上到下，2023 Solterra 这款车整体凸显了汽车工程的先进技术。可选配的分体设计车顶扰流板不仅是一个独特的设计元素，还有助于让空气动力学功能和完整的车身底部托盘协调应对气流，无论天气和路况如何，都能实现安静、安全和高效的驾驶体验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有关 Subaru 的其他车款，欢迎来到 Saramonte Subaru 车行，这里的销售将竭诚为您服务，这里也有收车服务，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过来这里咨询。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